啦，係嘛？今日係牙黃試過。Hello， 大家好。咁今年咧第一次去呢個動漫節啦，咁梗係揀翻啲最中意嘅角色啦。咁我最中意嘅角色係海夢 Bimi 啊嘛，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今次咧就揀咗呢一個角色。而家已經係其實12:30啦，我諗。我而家係等緊個觀眾一齊帶我入去，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去啊，唔係太夠膽啊。都喺佢未嚟嘅時候咧，帶翻個魔鬼翼，幾瀨氣咯，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嚟咧，冇人可以幫我揸嘢。因為我袋咧照戴喺個身度啊 ，OK， 哇，好正啊，勁有 feel 咯，勁有 feel， 係咪勁有 feel？ 睇下個觀眾到未先？師兄點稱呼啊？點稱呼啊，師兄 ？Henry 啊 ，Henry 稱咧 ，Terry 我啊，而家。僕最強だから。喂，真係勁多人，唔係講笑。已經是1:00啦，晏晝嘅，唔知道有冇人揾我影相咧？我已經入咗嚟差唔多15分鐘啦，但係都係未有人同我影相嘅，好 sad 啊！問到啲同我影相啊，咁樣問啊，真係自己走咗啦，即刻行翻去觀眾度先，驚驚自己一個去。應該有，咪係咪係咪？咁你坐位置佢啊，唔該。你問下。滴水，滴水。我入去除咗件衫先。我都想影啊！佢咧，我瘋狂跌指甲啦，跟住我以為呢個係咯，我遠睇以為呢個係我嘅指甲啊，係咪就勁似咯？唔知我有觀眾揾到我咧？我观众揾到我就黐黐脸，家嘢大家千祈唔好去啊！佢要单个 WeChat 啊，黐孖筋啊，单 WeChat 呢个系。可以啊，可以啊，系啊，你要咪啊？你个头先俾我。遊戲啦，大家都知道達哥是非常之中意打機噶嘛，咁問巴拉瓜巴拉巴，啊、知唔知道？真的好我看到你自當當的牙齒達哥跟達哥拍照已經是此生無憾唔介意啊嘛。啱咧，仲見到不同嘅觀眾，終於可以叫我大震神。我記得邊個打邊個啦，邊個話過我咧，我係記得噶。你但王立芳最近人好小氣噶。係啦，而家咧我哋就上三樓啦，睇下有咩影。唔知道會唔會有啲攝影師咧可以即刻援助俾我啦。因為我真的冇影全身嗰啲，想影埋啊！
可以，感謝你，可以啦，可以，可以啦，可以啦，拜拜。喂 ，OK 喎，頭先嗰張呢個，喂 ，OK 喎呢個，同埋頭先呢個，幾有 feel 喎。哦，咁啊太好啦，可以啊。可以攞出去賣咁滯啊啲相。走先，而家同我观众去食嘢先，已经落咗嚟呢个地铁站啊，已经唔惊啦，因为有人陪啊。系唔知个观众去咗边度啊？去边度啊？又话新直，但系唔同咗已经。喂，唔见咗啊！已经唔惊啦，因为有人陪啊。赢可以咁样，下次 cosplay 都唔惊啊，就咁着出街。OK 啊，已经成功上嚟呢、這个。油麻地啊，去食嘢先。最尾咧，其實係同我 friend 去咗牛角食飯啦。然之後咧，我而家係勁隆重啊，因為呢個係 cosplay 裝，就係換咗個 con 咯，個眼睫毛都仲喺度。跟住大家淨係冇換翻件衫 ，OK 喎個裝。多謝大家同我影相。不過咧係真係一間再錄，呢度太嘈啦。Hello， 大家好。咁咧，話説咧，我今日去咗動漫節啊嘛，而家咧你睇到嘅就已經係我嘅片尾啊。動漫節感言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去動漫節係因為啱啱 cosplay 冇幾耐嘛，跟住第二其實係想見觀眾啊，一定係想見觀眾，所以呢個係真咁樣，真係想見觀眾，因為平時冇乜機會咧可以見到觀眾啦。ACG 呢啲場合咧大家都去到啦，所以就去咗啦。非常感激大家同我影相嘅啦，因為其實我本身係 expect 咧應該係冇人會同我影相啦，不過感激有同我影相嘅你哋，雖然數量唔多，我終於可以見到大家了。仲有係咯，我整嘅 cupcake 希望食得落口。不過咧，我第一次出 cosplay 啊，應該呢次係最後一次咯，太攰啦，太多人啦，真係我冇諗到，因為睇新聞話今年已經係冇防疫措施嘛，係咯，非常感激大家，希望下次唔知咧幾時有機會可以再線下見到大家，同埋今日幾搞笑啊，影個星星完全都唔係星星嚟嘅。屌，我本身真係諗住影福正啊、牙旗嗰啲星星啊，都影唔到。不過唔緊要，有愛啊，大家有愛啊。動漫節其實自己一個唔驚啊，不過雖然係 out 咗個觀眾同我一齊全程咁樣行啦，都非常之感激，係咯。拜拜各位，我哋下次有緣再見啦。認真啊，都唔知呢個係乜鬼嘢，星星嚟㗎，星乜鬼嘢啊，到底？